不行，我走不了了，你看你车，不行，我背你走。 行啊，二哥，手枪射程不够。这样，咱们先不开枪，把他们引过来，让他们也有咱们子弹了。好。哎，二哥，别动，再等等，等他们进入射程范围。 飞机动静太大了，快！不行，我必须带你走的。张希，这是命令，你必须走。 加入共产党心愿是否依然未变？二哥，我没变。好，党需要你活着，继续为国而战。总之，到时候会有新的同志过来联络你，考验你，直到接受你。接头暗号上去：平均传语报平安。下去，论功怀玉，请徜徉。 平均传语报平安，论功怀于请长缨。记住了。不对，二哥，我现在代表组织给你第一个任务，快点走，一定要活下去，你必须完成。我说了我不走，虽然你考察的是我，可是我是你队长，我不可能丢下你。要么死两个，要么死一个，你选。我不选，我就要带你走。 要是不走的话，我立刻开枪。二哥，老规矩，我们都是军人，愿赌服输。好，你说。 赢了怎么办？输了怎么办？谁赢了，这颗子弹归谁。也未定。你选什么？我航空救国，你青天白日。回回都是航空救国，回回都是你赢。我不信这次你还能赢我。好，我跟你赌。
这枚硬币送给你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叫我二哥的那一刻，我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弟弟。如果我要亲弟弟的话，我一定会让他像你一样。走，快走，快！ 海棠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，应该是听错了吧。哦，好饿啊，咱们还有吃的吗？还有什么吃的呀？等到下一个镇上，我们再看看，坚持一下。 医生，哎，医生，快了，枪伤，伤得很重，快接手术室。走。子弹从左后胸以45度角传入，未贯通，子弹进入胸腔内部，位置不明，因口鼻出血，现初步判断是伤及肺叶。患者出血超过800毫升，已经形成血气胸，另有左第5肋、右第6肋，右手臂桡骨骨折，病人已经休克。 教育长，队长手术已经做了2个小时了，他情况不太好。幸亏陆军打下了这个江岸，发现了他给他做了治疗。李中院又安排了运输机把他和其他成员运到安义来，要不然……教育长，其他人呢？航空中队其他队员怎么样了？根据现在的消息。 除了张启之外，剩下6人全部阵亡。我现在马上带着部队飞往昆明。航空委员会已经安排其他的医生来协助抢救张启。你留在这儿，全程陪伴，有任何事情马上向我汇报。听见了吗？是。
医生，队长怎么样了？啊，现在血压、血氧、脉搏都已经上来了。哦，那就是说他没事了，是吗？如果是贯通伤还好，现在最大的麻烦是子弹离心脏非常近。缺子弹的手术成功率很低，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。那医生。 他还能不能活了？啊！放心，他暂时没有什么危险。只不过，现在他的左肺里就像装了颗定时炸弹，随时有病危的可能。就算他以后恢复得非常好，对他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。 后遗症很多，像呼吸困难、心力衰竭、发高烧、浑身剧烈疼痛，都有可能。很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。飞行员的肺部因空压剧烈改变，所受压力要比普通人的大。 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散了吧，没有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俩箱子呢？在那儿呢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箱子呢？刚刚还在那儿的。不是吧，大姐？你们几周箱子不随身带着，就扔地上啊？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有种职业叫小偷啊？海棠，我的钱全放在箱子里了。我的脚。
我的孩子，没事，文艺。我爸爸给的钱。过来过来，这我在这儿呢，来。你怎么又有一碗啊？我倒他呗。喝吧喝吧。妈妈，我饿，我想喝粥。好好好，好，一会儿喝啊。这还有点凝视吧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不是，你们自己不饿吗？他带着孩子呢。你们是活菩萨。来，过来。你们去那边坐着，坐着，坐着，坐着。过来坐，过来坐，坐着，坐着，坐好。来，我守着你们喝，看你们还敢给谁。喝吧。谢谢你，李东来，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粥了。孟海棠，你抬抬你脚趾头。怎么了？走破了。你从一开始就打算穿着一双皮鞋走到昆明是吧？说吧，现在脚上起个泡了。看人家袁一还知道穿双布鞋呢。我以为是要坐火车的，就只有这一双鞋。我也是着急跟着你下来，没带别的鞋。医生，怎么样？啊，目前情况还算稳定。啊，我刚接到通知，我和前来抢救张启的陈医生要返回重庆，这里两个小时之后要全部转移，航空委员会会派车送你们去昆明，我再给他加些抗感染的药物。啊，一路上你要叮嘱司机。看文献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医生。行。队长，二哥走了，他才把你送过来了。往后。我来保护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命就跟我的命连在一起。没事吧？怎么，陈长官？好走路。老板，我来两趟。好，快到了。有钱吗？来，坚持一下。我是。多谢啊，多谢。草鞋，草鞋，好走路。五毛两双草鞋。草鞋，这位大哥，乌石是在那边吧？对，从这儿拐过去，往那个方向不到两里地就到了。哦，哎，多谢啊。哎呀，云，你怎么了？云，云呀！哎呀，往那边，那边，小心，慢点，哎呀，怎么那么冰啊？感冒了，他之前有生病吗？我看看，哎，你干嘛？
你放什么东西呢？哎，干嘛呢？这里面加了白糖，喝了会好受一些。谢谢啊。慢点，不急啊。谢谢先生。能不能也给他喝一口？海棠。谢谢啊，请问怎么称呼您？我姓傅，是个教书的，你们就叫我傅先生吧。看你们的样子，有一段时间没吃东西了吧？跟我来吧。这边。好。轻一些，他们在考试。坐吧。我给他们准备了考试，说好了，洛阳早些天黑前回来。才算考完，等他们考完试，我给你们做点饭吃。你们是从哪儿逃出来的？打算去哪儿？我们从杭州出来的，走了20多天，准备去昆明。谢谢谢谢。20多天，能走到乌石，又吃不饱饭，脚力不错。我们路上搭了段车。难怪，难怪，也不容易了。你们呢，傅先生？我们是寿昌中学的，出来一个多月了，路上遇到了轰炸，就剩下我这个校长和几个没了亲人的孩子，打算去昆明投奔我的朋友。中学吗？我看里面还有很小的孩子呢。阿布啊，路上捡来的，不带上就没命了。来，左手。快点！不准躲！再不许作弊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去吧，还有半个时辰，继续考试。考完试，默写《墨子》公书3遍。是，谢谢先生。
进去陪哥哥们考试。去吧，傅先生。您即是校长，怎么还编起草鞋来了？路飞被偷了。路飞被偷了。你也遇见小偷了？嗯。这些贼人太可恨了。没了路飞，孩子们受委屈，再没什么可以当掉的东西了，只能靠手艺。我是江西人。以前在家里做农活，没少打草鞋，想着现在一路逃难的人多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草鞋比布鞋、皮鞋更好走路的道理，就想着打些草鞋赚些钱。哎，这么说的话，我倒有东西可以当。那个什么，你们俩等着我，我去去就回啊。哎，东来，等着我。李东来，你。大嫂，我这有个宝贝，啊！这东西换三个红薯可以吧？哎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可是几千年前皇帝写的字，这一块啊就可以换整个五十人。你把红薯给我。我把宝贝给你。啊！你们俩都给我出来！都给我出来！这是贼窝吗？啊！这贼窝吗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都进去。海棠，袁英，看着他们。快！傅先生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这孩子犯了什么错？看你这一身正气，好好的一个教书先生，怎么能教出这么个小毛贼？这小骗子说是你学生，偷人家什么东西了？我没偷，他那个红薯皮我就闻了闻味道，我没偷。还嘴硬？还嘴硬？好汉，好汉，好汉！这小子贼没输眼的，拿个破东西骗我们钱。说指我们这个镇子，这外头都在打仗，本来就很难有活路。这小兔崽子，偷我们，骗我们。今天老子替你们家先生好好教育教育你。要干什么？你们不要乱来啊！你们到底如何才能放了这个孩子？傅先生。这只有买草鞋的两块钱，傅先生，他娘的，骗我说先生有钱，都给老子抓起来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要来啊！别别别，我有我有，先把枪放下。海棠，啊，我有。他没骗你们。你把钱都给他们了，我们怎么活呀？李东来，你闭嘴！这钱要是不给你，命就没了。哼，这光给钱也不行啊！这小子太坏了，我必须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钱你也拿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他得挨我三棍子。我是他的先生，我替他爱。傅先生，
哎，好。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东来。傅先生，今天都是因为我。对不起。哎，东来，没事儿，去打桶水来。好。啊。哎。先生。哎。你莫不是忘了，上次咱们的钱就是被你救过那个人给骗走了？没事的，是一场误会。今天来客人，去箱子里拿点盐来，去吧。嗯。公输班尉楚造云梯之谢，臣将以恭送。子墨子建王曰：“今有人于此，舍其文轩，宁有敝隅而欲切之；舍其锦绣，宁有短褐而欲切之。”舍其良肉，宁有糟糠而欲切之，此谓何落人？王曰：“必为有切及矣。”先生，水开了，下米吧。好，来，开饭吧。多吃点。嗯，嗯，这粥还有咸味呢。嗯。好香，谢谢傅先生。一碗不够，小爷我今天要喝十碗。吃慢点儿。东来，嗯，在家里读过书吗？能识字儿，没读过什么书。我家穷的把我哥都卖了，读什么书啊？刚刚海棠读的，你听懂了吗？当然听懂了，我这么聪明，不就找个倒梯子的吗？我说对吧？东来，不对。东来，我给你讲个故事，你一边吃一边听，就当听评书段子了，好吗？好啊，我最喜欢听评书了。郭飞先生，你还会讲评书呢？当然了，我不光会讲评书，我还会唱戏。真的？当然了。等不打仗呢，我登台。换上，给你们唱一段《霸王别姬》。好。来，阿布，多吃点。嗯，多吃点。嗯，慢点儿，慢点吃。叶副先生。副先生，您、嗯，我不。你怎么能吃先生的东西呢？你都这么大了，你怎么还喝这么多？先生都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，而且每天晚上都会胃疼。王世清，我是大人，不容易饿，不吃饭没关系的。快坐下，坐下。你长身体，得多吃点，吃吧。东来，你一边吃一边听。先生，怎么了？我的戒指呢？戒指？戒指不见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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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
屋里面也没有。好，好，我再找找，再找找。你们找着了吗？怎么会没有了呢？再仔细看看，说不定在缝里。我们先生两袖清风，已经都给了学校和学生。我没钱交学费，他为了给学校募资，差点一命许给了捐资人。师母心疼先生，当掉了所有资源，助学生办学。现在学校没了，老师们走散了，师母也在路上离世了。这个金戒指，是师母留给先生的唯一的念想。你要是拿走了，最好自己拿出来。小兔崽子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小兔，我揍你哦！你干嘛这么跟事情说话？哎，找到了，是不是这个？怎么在水桶里啊？是这个吗？还在。谢谢。哎，你刚说什么呢？我偷了吗？没事了啊，找到了，没事了。东来，我相信你不会伤害好人的。看在他们救了我们，小鱼我不计较了。没事了啊。还想着呢。哼，孩子们都睡了，这多打几双草鞋，明天买些钱，赚些路费，咱们好上路。我们帮你一块儿做，人多力量大。好，那你们就试着学一学。好。这一根稻草啊，很不结实。但是这三根稻草拧起来，它就是一股绳，很结实。这样。对。哦，像编辫子一样。它编起来。这行长路啊，不能穿皮鞋，哪怕是穿合了脚的，也会磨起皮，起水泡。布鞋也不够好，反倒是这草鞋，能抓地，走起来轻快。天冷也不怕，穿上粗袜子，又能保护脚趾头，又能御寒。这当地的草鞋啊，质量差，十双卖不出一个地瓜价。咱们打的这个草鞋，耐磨，七双就能买个地瓜了。嗯，东来这手还真是巧啊，以后靠手艺可以养活自己了。那当然了，以前我妈就说我手巧，做啥像啥。傅先生，嗯，你还欠我一个评书没讲呢。评书啊，等下次单独的时候我跟你讲，不给他们听。好。海棠，哎，我有个东西给你。风雨起，他静静想正义，正朝夕，儿女情，泪别离，问归期，无尽期。热血，生与死，魂一缕。
一腔热血，生命。